哇塞，我真的看不见了，这个啊 ，exciting 啊，这个。今天吃过早饭后，就要回吉隆坡还车，然后前往下站怡保了。很可惜，这次行程只在马六甲安排了一晚，所以只能走马观花的看一下这座城市。如果早知道马六甲是这么精致悠闲的话，我就会直接在这里多安排几天。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个人的旅行习惯是出发前就把所有的行程都安排好，哪一天到哪座城市，去哪个景点，甚至去哪吃饭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因为我个人不大喜欢旅行中的这种不确定性，而且这中间还涉及到订酒店以及取车还车的问题，所以要更改行程就比较麻烦。不然的话，我还真会在马六甲多待几天。哎，不过没关系啦，如果明年还能来马来西亚的话，我想我会在马六甲就多住几天，好好的体验一下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过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在马六甲前往吉隆坡的这段路上，我猝不及防地体验到了人生中最心惊胆战的一段驾车经验。哎，从马六甲去吉隆坡的路上突然暴雨大作，只有减速行驶了。我的个天啊，来马来西亚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的暴雨。糟糕，这个太危险了，前面能见度很低了，这个雨好大啊。哎呀，这样开车这个就有点刺激了，只能开得很慢很慢。哇塞，这个雨太大了吧，我真的看不见了，从来没有开过这样，在这样的雨天开过车啊，我估计我要把双闪打开了，真的好恐怖啊，真的好恐怖啊，这样开真的很危险啊。现在保持车速70码，就等它雨再小一点。哇塞，拜托你不要再下了吧，这样开车很费司机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想呢，遇水则发嘛，这个接下来肯定会发财啊，真的是发大财啊。哇塞，不要吧，很夸张的好不好。哇哇哇哇哇，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要想什么超车变道，就好好的在中间这条道慢慢开算了。我已经开出这个暴雨地带了，开出这个风暴中心了。哎呀，太刺激了，马来西亚这天气，这个啊 exciting 啊，这个开车也要讲基本法的好不好啊，下雨也要讲基本法。现在终于到了吉隆坡了，这个车我把它还在这个加油站里面，然后有人来取，然后我就等着我的下一辆车也是同时送到这个加油站里面。对，这就是我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住的第三辆车。所以说这个就是取车还车都要规划好这个时间和地点，在这个加油站那个还车，也在这个加油站取车。因为我订了请 SoCar 把那个第三辆车送到这个加油站里面来。来了，我的第三辆车，这个起亚 Picanto。他交接的时候要拍个照。这个车看起来挺干净啊，就没有那么脏了。你看左边右边这个丰田威驰，左边这个起亚 Picanto。让他拍个照吧。好的好的。
You know what? I return this one. Not sure you want to pick up or not. I return this one. Oh, no, no. Not on you, right? Not on me. Okay, no problem. No problem. I want to pick up Rio 21st. 21st August. KL Central, right? KL Central, the hotel, anyway. It's a hotel. I'm not off the engine. You can go if you want. I'm not locked. Thanks, no problem. I'll put my luggage. So it's kind of like a refresh, right? Because here I don't have active. Maybe refresh. You must refresh. Your time, this booking, what time? 3:30, yeah. 3:30, you must wait. Okay. If you want to go, I'm not locked. Okay. If you want to go, if I lock, you cannot. You must wait until the 3:30. Thank you, man. Cool, no problem. Thank you. All good. Thanks, man. Thank you.他没给我锁，我提前了。提前了10来分钟，我现在可以用。三辆车起亚 Picanto， 其实它的配置比第二辆丰田威驰还稍微好一点。它这边方向盘上还有可以控制那个接电话音量，那个威驰都没有。第一辆那个什么 Beta 更不可能有，然后它这有个很大的屏幕，这个我估计连那个蓝牙应该就没问题。然后这辆车主要是。这辆车就干净了很多，后座还是有毛啊，还是有那种脏脏的印记。对，座位上还是有毛，不知道是放了狗吗还是怎样。你看这都有毛，很奇怪啊。但是比第二辆车好，第二辆车简直是脏出翔啊，第二辆车。这个车还是不错的。本来我还在为这个在 SoCar 租的第二辆车没有什么问题而感到庆幸的时候，现实又给我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因为等把车子开出去的时候才发现这辆车的发动机故障灯居然是常亮的。我勒个去，真的是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当然发动机故障灯亮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但是一般来讲，如果车子还能正常行驶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一些传感器坏掉了。不过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就还是有几率会发展为缺缸或者爆震等大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的车也能交到客户手上，我只能说 SoCar 你牛逼，老子心服口服。发现马来西亚的这个送餐服务也是十分发达，街上好多呢送餐的骑手，特别那什么 Grab Food， 还有什么 Menu 什么东西，送餐服务特别发达。